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分享。想走去那个蓝屿的搭船点，看一下人家从哪里搭船去了。走这个木栈道也可以下来，下面停了好多车，这里走了出去大马路嘛。这边应该是他们的码头区了。对面是海巡署的安检所。这边也有一个海港城平价海鲜料理，不过看起来不知道是还没开还是。我看一下它整个，哦，要绕过去，它在对面，啊，没关系，我慢慢走，一公里而已嘛。啊，这里是恒春区渔会大楼。应该是继续往外面走出去。哇，这样走了一会儿，还要900公尺。这里是恒春区渔会啊。所以渔获很多，昨天小朋友去玩啊，但是昨天没有去拍，听说还蛮不错的，还有冷气可以吹啊。那今天星期一啊，刚好休馆，没搞头，有缘再去拍给大家看啊。我们来去看一下哪里搭船去蓝屿。这边有一家海鲜餐厅，看起来好像蛮不错的啊。今天是清明连假，其实还有3天呢，包含今天还有3天。那今天感觉怎么这么慵懒的感觉？没什么人，但是大家都去潜水。你看这边骑车子还停了不少。
看一下，130公尺左转。哇，这里车很多耶，这里叫海世界，垦丁海世界啊，新沙湾啊。走到新沙湾来了，这边也是一个好大的停车场。哎，不对啊，我们应该要走外面，这边是人家的那个潜水的半潜艇的候船室，这边是停车场啊，走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半潜艇哦，有没有人知道了？我只知道潜艇堡，不知道什么叫半潜艇。此路不通。但是照标示来看是在前面没错。看看到底票是哪里买的。人家说是用两个货柜，找找看有没有哪里有货柜。货柜，到底在哪里啊？金星客轮，哎，这个吗？看一下，对不对？后壁湖、蓝屿、绿岛、台东售票亭，金星 passenger ship， 晕船贴片每盒100，来看一下。台东后壁到蓝屿来回全票2300，孩童也要1200。都没有时刻表。后壁湖到蓝屿7点跟12点半，蓝屿的回后壁湖9点半，下午3点，开航前1小时它才会开柜卖票，所以最好你还是要上网去预订啊。原来是这里，啊，又走回来游艇区了。边有条小路，哎，小路啊，千万不要乱撞啊！啊，这小路乱撞，哎。好了，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台电南部展示馆后壁湖码头停车场的一个导览了，哦，也带大家去看了我们从后壁湖要坐船去蓝屿的买票的地方，哦，很不起眼啊，很容易错过啊。那我们就要回车上休息，哎，等一下要准备来开拔去另外一个地方。
出来很多天啊，就是行李会一大堆。哎，改好了吗？看一下。订阅我是盒子，影片要看到最后。台电南部展示馆，然后第几路已经不可考了。好，就这样了，拜拜，拜拜，拜拜。